太累了，一觉睡到现在。晚上好，我还没睡醒呢，天呐，刚醒。睡得我好累啊。带妆睡到现在，没有卸妆，没涂也没摘。唉。我真的高估了自己这个醒来的能力。不是，睡着了是挺好的，你不要半夜给我醒过来呀！实话，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我发烧好没好。而且呢，我相当于就是从我是几点开始睡的？6点多，对吧？我从6点多睡到现在，相当于我已经把今天晚上的觉给睡完了呀。怎么办呀？我的房间现在乱的没有直播的地方，所以我只能坐在旁边直播，举着手机。谢谢冯山下的，有一个蛋没有砸，我不知道还差多少，差一点可以兑换。你送礼物，我忽然想起来这件事情。看不到还差多少。等一下，喝口水。手绘蛋是不是集体的呀？它显示我现在可以兑换一个蛋王蛋，但是离手绘蛋还差一点。朋友们，为了你们的蛋努力一下吧！对。谢谢犀利的奶茶，满了会自动显示集体为谁谁谁解锁一个手绘蛋吧，我猜的啊。我现在刚睡醒，脑子还有点懵。谢谢水獭摸鱼天经地义的权杖，主要是我现在一想，还好我。那个就是现在醒了，不然万一我真的一觉睡到明天，熄了，然后我还有一个蛋没有兑换，我天，我要难受死了。谢谢彻儿699的30杯奶茶。啊，活动睡到明天中午吗？哦，那我一觉。不可能吗？我果然感冒，完全就是没怎么好，可能只是烧退了。可是我又不可能明天爬起来早上开直播，那肯定也没有人看呀，对吧？
所以我现在醒还是比明天早上醒过来要好一点的。但是美瞳睡觉，我感觉现在我已经适应了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两只眼睛戴的是不一样的颜色。在我的那个化妆包里翻了半天，发现有两个美瞳，只有就是两款，各有一只。你们应该看不出来，因为差的不是特别明显，一点。我刚醒的时候，它一直在我腿上蹦迪，现在不知道哪去了。小严也不见了。但说实话，居然觉得这个光线比平时虽然有点暗淡吧。你们还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感觉忽然……谢谢 Cat 48黄金小面包的五杯奶茶。晚上好。因为我刚刚讲话有好长时间没有人理我，我就以为你们现在看不到了。这话我没说过啊，不要在后面加一个横杠张怀瑾。忽然懂得了鲁迅的心情。谢谢苏糖的十杯奶茶。谢谢。生病可能也有点严重吧，我觉得如果不是我生病有点严重的话，我8点多应该是能起床的。结果我一觉睡到了现在，就完全没有知觉的睡到现在。谢谢是狼不是王良的奶茶。这书我也没写过，谢谢。还没完全醒吧，我觉得，说实话，真的没完全醒。谢谢嘟嘟的奶茶。我今天刷小红书，刷到好多，就是那个给迪士尼那个玩偶改玩的，看到了好多只长得奇形怪状的玲娜贝儿，发现我的玲娜贝儿长得还挺可爱的。晚安。就是说，他的脸很端正。而现在是销冠，好吧？他的脸很端正，说这个花花可以拿下来的哦。哦，真的，真的可以拿下来。谢谢 AYNNQ 的奶茶。可惜了，我的两个小猫不像小丢那么可爱。那天看王毅的朋友圈，丢丢叼着玲娜贝儿走，太可爱了。弟弟，我感觉弟弟和妍妍就是他们两个知道，这个东西就是个毛绒玩具，但完全不感兴趣。我还有一堆快递没有拆，天呐！待会儿去看看 Kona 回来了没有，把我买的桃树枝给他送个两三根过去。那也没有人讲弟弟妍妍不可爱呀，是两个觉得自己很成熟的猫，他们就是好像有一种哦，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再玩毛绒玩具了那个感觉。弟弟，妍妍，
便来个谁都行呀。我决定今天晚上在那个。部我没有看过的迪士尼的电影，给我看睡着了就睡着。我本来想说画个头像，然后不知道我的那个，哎，我的 Apple Pencil 呢？几年前的头像，两三年了，一直拖到现在，还差几个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要把这些欠款还完。要不是我现在这个病，我的床上也有很多毛绒玩具的。现在确实也不多了，但是这个时间跨度很可怕，你不觉得吗？新冠疫情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刚是想说什么来着？我学校每天两三例，哎呦，烦人小猫，你不是要营业吗？找个地方坐下好吗？你找个地儿坐行吗？你不要在这雇佣来雇佣去的嘛。这个小胖子，谢谢水塔摸鱼天津，躺下了。真自己找了个地方坐着，哎，你还不满意，你还要自己换一下自己的坐姿。哎呦，另外一个也来了，来争宠吗，宝贝？刚刚叫你，你不过来。爷爷是自己过来的哦，爷爷我可没叫他。谢谢暗夜的五杯奶茶。我感觉我这个直播诡异了一点儿，我身上坐不下两只小猫，弟弟，弟弟，怎么还横系上了呀？他们两个的粘人表现不一样。因为弟弟他虽然很粘人，但是他不喜欢到别人身上去。妍妍就是肆无忌惮的贴贴，他真的很肆无忌惮，他每天在我的枕头上睡觉都要把我的脑袋踹下去，我感觉。就是因为他睡起觉来特别的舒展身体，他会整个猫拉成一个长条，非常长的一条，然后他舒展身体的过程中，他就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假装无意还是真的无意识的情况下，就把我的脑袋推开，用前脚或者用后脚，反正就是逐渐我的脑袋就离开了我的枕头。你们一定没见过像妍妍这样这么睡觉这么奇怪的猫。我知道的，我前两天用 iPhone 8直播，觉得自己就直播效果可奇怪了。今天用12，才想起来，这是最近第一次用12直播，感觉好像这美颜效果也不怎么样吧，但是好像还可以，起码不丑。我用 iPhone 8直播，老是感觉好丑，以前用 iPhone 12也会这么觉得吧。
意，刚喝完水，这个猫。我现在相当于用着一个新手机，我还没贴膜，没贴膜也没带手机壳。这两天一摔呀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生怕我刚修完，而且我过保了，我都已经过保修期了，还这个再坏一次，那我就完蛋了。但不得不说，罗技手感真的很好。你能不能不要再动来动去了？你这个坏猫，不是，就是它过保了，对吧？但是过了保修期之后，假如我再把它摔一个，就摔坏了之类的，那我就要自己花钱了。感觉我的手机可能真的就是那批有问题的手机，我一直自己不知道。有点烦，宝儿，你下去呗。嗯，你去我旁边躺着也行，不要躺我腿上。我以前从来没养过妍妍这么，就是它觉得跟人的肢体接触非常自然的小猫。嗯。哎呦！天天拿这个尾巴在我脸上拍来拍去，每天睡觉也是，他想要上床睡觉，他自己在那走来走去，非要把那个尾巴往我脸上扫。这是小 Raya 的死杯奶茶。感觉这个点儿直播可能就没有什么人看了。谢谢，是莎莎爱的四杯奶茶，给你们看我的新耳环，前两天刚到的，今天就戴上。我也不知道我还差多少才能到这个手绘带，但说实话，我现在戴了很久，我戴了一天，我耳朵有点痛，因为它这个耳环有点沉。这样，歇一会儿。谢谢你是谁啊，漂亮姐姐的五杯奶茶，我差的不多，也不多，就几万吧，应该。很大一个，你看，这么大，有我的眼睛这么大，好像拐弯抹角在夸自己眼睛大一样，但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脱妆、妆也花了的大状态。挺重的，很有分量，但这家店还挺便宜的。这个耳钉30多块钱，我记得，三四十，感觉还蛮有设计感的，就买了。双十一真的花了太多钱，今天二话不说，选择了退款一些质量不太好的衣服。弟弟不在，弟弟，弟弟，他不知道在哪里。可以啊，只要你想，你就可以带呀。哇！谢谢阿拉丁神灯泡的发电，感恩感恩，解锁了，谢谢这位朋友，谢谢你的发电，谢谢你的用爱发电。好了，我不用再惦记是会胆这个事情了。我今天妆真的好花呀，咋不开灯？因为我刚睡醒，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开灯的理由。让自己变白一丢丢，而且我房间太乱了，我现在懒得
远峰来和一个 T。我今天下公演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只要看到白馨予就想笑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上车之后，他跟我说，白馨予跟我说，他说张怀瑾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后面完全整个人嘴是一个嘴瓢的大状态。他们说你单身，我差点叫你单怀瑾。我说你要是在台上这么干了，你就是想死。还好你还没有完全失去对你的嘴的控制哈。这些女的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柳树贤，苏珊珊。他们嘴上说着为我的幸福谋福利，实际上，虽然不仅想让我叫他爸爸，他还想让我叫他爷爷。我也不知道他这哪里来的恶趣味。MC 真的挺好玩，要是我没有这个不舒服就好了，没啥精神的。待会儿去炸弹啦！好臭啊！谁上厕所不买？还没吃，待会儿泡个粉丝汤了。我的那个外卖应该到，不是外卖，点那就是快递买的东西。嗨。真的应该调养一下，感觉我这几天身体状况太差。熬夜了吗？昨天晚上没睡好。一定是妍妍，说实话，我觉得，因为只有妍妍，她每次非常自然而然的就走出来，她啥也埋不上。我们1点关吧。谢谢 Cherry Coke Cameo 的皇冠，谢谢谢谢。有一段日子没有在直播间看到这位朋友了，有失眠的因素吧。好臭啊！小猫长得这么可爱，却会上厕所。猫为什么要会上厕所呢？我到现在感觉自己都没有完全睡醒，就是我的意识不太清晰。需要一个貔貅猫，谢谢白垩纪粉丝贴章章的戴安娜。
刘贤还在问我明天要不要出去玩，我感觉这两天是该陪陪他。他也是，身体又不好，然后心情又不是很好。嘟嘟嘟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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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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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。我的痘痘都已经露出来，这一颗，这边这颗没露出来。做完光子嫩肤，有一定概率会爆痘，我长了两颗，还好吧。这一颗是一个痘印，它其实不是一个痘痘，这里现在也好了很多。这个痘痘，就是它是个闭口，我手贱给挤了，然后就留印儿。其他都还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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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的屏障还好吗？还不错耶，没想到吧？我屏障真的还不错。但我今天一直。搓泥，化妆，我和西西还有小包疯狂搓泥，不知道我们几个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在想，我的防晒之前用着也没问题，怎么会忽然就搓泥呢？难道是因为我的护肤品吗？然后我用的小包借我的一个那个科颜氏的那个高保湿水，好像之后再上妆也有点搓泥，但比之前好太多。搓泥就是因为你的护肤品、你的化妆品，它成分里面有冲突，它上到你脸上的时候，就会像你们搓过澡吗？就是上到你脸上的时候，就会像搓澡一样，变成很多很多混合在一起的小条条。你们搓过澡的应该都懂我在说什么。对，村是这么读的吧？这个妆前用过水或精华，我用了呀。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用的那个水可能不太行。我用的是那个，我很早之前买了日本的一个那种玻尿酸原液，但是好像我之前也看别人说过用那个玻尿酸原液化妆会搓泥。我待会儿换一个小样装到化妆包里吧。因为我那个防晒之前没有搓过泥，而且我今天用了刘淑贤的那个，就是我发现意外的非常契合我的肤色，而且没有怎么暗沉，我决定去购买一个同款。也没有比我死的3天都白。说实话，跟我，就是跟我本来的肤色比，可能增白了一丢丢。但是我就是需要增白，因为我每一次上公演，我这个人就是我用的底妆不太行吧，我感觉我非常容易暗沉。然后我每次卸完妆，感觉自己能白2度。今天就好像还好，但现在有没有暗沉？因为我醒过来，我也没有照镜子，我不是很清楚。我看公演直播就回放，其实没有觉得自己很白耶。但每次看大家在现场录的这个
focus 之类的，就觉得哦，我好白。今年的 MCR，我本来还在那说，我说还是我说上了两个 unit 好累呀、啊。白星说你还要讲 MC，我说啊，他说你忘了，扣点上不了，然后静姐和老师把你给踹上去了。我说哦，我忘了，本来人都已经打算坐着歇着去了。然后我把最后三首歌，因为我跳的不是原先 Kona 的位置嘛，最后三首歌我跟 Kona 说让他上我的位置。我忘记跟你们讲了，今天有两个 unit，对，因为今天公演人特别少。所以你看，好多人都上了两个 unit。嗯，是谁呀？是大家很期待的小弟。弟弟，你粉丝好多呀！谢谢 Cloud 的十杯奶茶，大家都好喜欢弟弟哦。给弟弟擦下眼睛，他有眼屎吗？哦，有的，待会儿给他擦。他真的是一只气质非常独特的小猫，而且其实他食物不是，就真猫真的很小。你们看的我老拍他脸那么大什么的，他其实可小一只了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因为妍妍实在是太大一只了，就是跟妍妍一对比，小弟就显得格外的小巧玲珑，只有脸大。我们小弟实物跟图片没有什么差距，就是会小很多。手感好好呀，弟弟。哎，不许玩我耳钉。就，躺下了，让我揉肚子。我那天给它剪指甲，老是怕剪到它，因为它这个猫吧，它很好笑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根本就没有剪到它，根本就没有剪到它，但是它自己就跟着哼唧，它跟着喵。我老以为剪到它那个就是那个斜线那个部分，我发现根本就没有。我们弟弟待会儿把眼屎擦一擦，就又是一个帅哥。虎东，虎东东，第一个叫他江虎东的人到底是谁呀？忘记。那没办法，安刚睡醒，这又来了一个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弟弟他自己是很想剪指甲的，没想到吧？江虎东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可能又是刘若贤起的。因为弟弟前两天在我面前晃悠的时候，哎，他挺刻意的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经常起了，怎么办呀？那种感觉。他前两天我睡觉上床。一上来，哎，那个爪子就勾那个被子，然后在那个被套上面划来划去，勾住还走不了，然后就好像在提醒我，你看我的指甲又勾到床单了，你是不是再该给我剪一剪？好有心眼儿一个猫 对啊，又是他，因为我印象里面第一个说弟弟长得像江虎东的人，好像就是刘书欣。
他在炫耀指甲，他的指甲又没有做过美甲，做指甲干嘛？小胖子。大一只，好圆的头，好大的脑袋。我后来有一次想起来，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一边拍着猫屁股，一边就是说好圆的头，好大的脑袋，是因为白馨宇。以前有一次白馨宇撸饼饼的时候，一边摸饼饼，一边说啊好圆的屁股，好大的什么来着，我不记得了。然后被饼饼反手挠了一挠，那个咬了一口。那个时候，中心大家都可喜欢饼饼了。叉叉其实一开始更喜欢弟弟，因为他觉得弟弟长得太可爱了。但赵雨欣这个人形容词很有问题，他一边说弟弟太可爱了，一边说弟弟好可爱呀，跟武大郎一样。我觉得弟弟应该不是特别快乐，我应该也不是特别快乐。但他后来因为妍妍太粘人了，爱上了小妍。还是像江湖东吧，还是像江湖东吧。1点了哦，我要准备关掉了。张莹莹，你是不是上完厕所没有擦屁屁？好臭！谢谢白垩纪粉丝贴张张的奶超，晚安晚安，朋友们。虽然我不可能再睡得着了，但是我要去卸妆啦。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